其实女生最在乎的面子问题就是我们这张脸啊，因为其实上了年纪，你看身体上会有很多病痛之外，其实我们的脸也就很容易垮，气色不好。有时候我发现啊，在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跟现在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脸，因为以前你看到我的时候你都说我的苹果肌好可爱，笑起来的时候那个嘴角上扬的感觉，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老女人就是很容易感觉心情不好。其实我没有心情不好，有时候我一到化妆间，我最近哦，就是其实我在忙录我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，有时候就睡得比较不好，然后我一到化妆间，那化妆师好像怕我心情不好，就是说余文姐你发生什么事啊，我不太敢摆镜子。但其实没有，我们就是一睡不好脸就垮了。其实以前我素颜接小孩啊，或是去帮小孩买菜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自信，因为觉得常常没上妆的时候脸就是暗暗，感觉就是气色不好，人家也会常常觉得好像我这个就是艺人是不是那天心情不好。后来化妆师就跟我说，其实呢女人呢最重要的不是只有外在的保养品，还有很多是内服的东西。其实我们的保养最重要就是其实是从饮食开始的，但是你的如果饮食又不正常，其实就要加强在这种保健食品。那化妆师他是有介绍我一个日本大厂的这个品牌，其实蛮有名，这个叫做胶原精华饮，因为它里面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叫做蛋白聚糖，可以让我的脸青春立体。其实生完小孩胶原蛋白也流失，胶原蛋白没有，他现在我缺，他缺，因为生完以后他这个是皮，你知道是松，里面是没有消而已，那个脸还是要蓬蓬，对，脸要蓬蓬嘛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喝起来的时候，你喝喝看就知道它是凤梨水果口味，凤梨啊，它是凤梨耶，对啊，很清香，然后很 fresh， 很自然，很爽口的感觉。因为我早上起来会喝一杯豆浆，然后喝一个这个胶原精华饮。你看以前的脸其实有点垂，有点垮，气色不好，这就是垂垂的那个博文都出来啦，博文是不是？这感觉心情很不好，不，真的完全不敢跟你说话哎。是，可是你只是没表情，但人还是美的吧？我已经不惑很多年了耶，哇！可是我自己觉得，除了练瑜伽，然后保持心情好，我还是做了很多营养品的补充。它你不用担心，它一瓶只有16大卡，我不 care 它。你其实因为很粉卡，女生怕胖嘛，对了对了。所以其实我要讲是它。它可以保养你的内在，从内在开始修复，然后到你的外在之外，它其实这个热量也不高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喝的时候就可以很安心，网络上都可以买到，不要找代购，就用网络官网订购或打电话更有保障这样。